喜欢春天的花香，夏天的海浪，秋天的枫叶，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我弟好不容易脱单，可对方哥哥不同意。我弟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姐拿下他哥，咱们亲上加亲啊！倒也不是不可以。直接见到对方哥哥后，我蒙圈了。狗前任笑了，又一次美人计。我弟谈恋爱了。 据他所说，是第一个告诉我的。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一般这样都不会是什么好事。果然，在我的威逼利诱下，他才把事情说了出来。他跟小女友是大学同学，但是小女友的哥哥不允许他毕业前谈恋爱。真是什么时代了，还有这样封建思想的哥哥。姐，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我弟双手合上，不停的拜我。 打住！我伸出刚做好美甲的白皙手指，欣赏般的又打量了起来，显然对他的话不感兴趣。姐，他哥巨帅，比明星还帅。姐，六块腹肌，一米八五的个子。姐，拿下他哥，我们亲上加亲啊！在我弟一声声诚恳的劝说下，我以光速拎起包结账，然后拉着他上车。你要知道。 你姐绝对不是因为一米八五六块腹肌的帅气大男孩才过去的，真的是保卫你的幸福。我郑重的点头，成功说服了我自己。我弟跟小女友已经安排好了，早已经把他的哥哥约在咖啡厅里等着。我扭着小蛮腰，笑盈盈的跟在我弟后面去了位置上坐下。帅哥，你好呀。男人抬起来头，我懵了。 这尼玛不是我那分手三年的狗前任吗？宋小傲，我跟你没完！我侧头关爱的看了眼我弟，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狗前任笑了，又一次美人计。好想挖个地缝钻进去，怎么肥死？但是我对上我弟小狗汪汪的眼神，也成功心软了。加油，为了弟弟的幸福，咱豁出去了！我笑颜如花地看着他，帅哥。 初次见面就会打趣我，加个微信吧，方便后面联系。我递给我投来感激涕零的目光，反倒是谢玉神情凝重，有一丝慌乱闪过。宋云安，你失忆了？所以你当初甩了我，并不是真心的，对吧？我脸上笑容凝固，没失忆，但现在很想失忆。由于谢玉这狗男人声音太大，咖啡厅里大部分客人都朝我们看了过来。 这年头还真有这么狗血剧情吗？啊、哈哈哈！玛丽苏剧情照进生活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看的小姐姐居然失忆了。确定不是小说写的？回头骗钱治病？更离谱的言论比比皆是。但是谢玉仿佛听不见一样，眼神一直注视着我。我弟则是张大的嘴巴，可以塞进一个鸡蛋了。姐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居然还有一个前任？还是？ 弟弟难以置信，喝了口水压压惊。我强忍着把他赶出家门、自生自灭的怒火，一手提包，一手提他，飞快地跑出咖啡厅。风中残留了句“家有急事，告辞”。谢玉不甘心，直接追了出来。不过我也是从后视镜看见的，因为此刻的我已经开车带着我弟溜之大吉了。姐，你谈恋爱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居然还是谢月月的哥哥，早这样多方便啊！弟弟一脸开心，有种缺失脑干的聪明。宋小傲，你把你姐坑死了！这个月零花钱减半，平板也没了。我咬牙切齿的大喊，简直印证了那句话：只有猪一样的队友。我跟谢玉的事情，那要追溯到三年前了。那会我跟他一个大学，他可是学校风云人物。 长得帅，成绩好，还是学生会主席。当时我就跟室友打了个赌，一个月必追到他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我的强烈攻势下，他还是败了。大家都以为我们是一对神仙眷侣，谁也没想到我们会分开。也是因为这事，大学同学聚会，我后来一次也没有出席过。车里突然手机铃声响起，我一个眼神。 弟弟立刻会意，从我包里拿出来递给我，是一串陌生号码。喂，哪位？宋运安，你居然把我微信、QQ、手机号都拉黑了！周遭空气顿时安静起来。为什么愤怒的男音带着一些搞笑呢？我翻了个白眼。支付宝不是没拉黑。再说，你要三年没给我发消息，你怎么会现在才知道我给你拉黑了呢？ 想到这里，我就更加生气了。不等对面说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宋小傲，我告诉你，你跟谢月月不可能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，爸妈就不会同意。或许我弟也不明白我哪里来的这么大火气，嘴里嘀嘀咕咕半天，估计是在骂我。我把他送到学校，他都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。平时都会笑着跟我说再见的。事后我也反省了自己。 弟弟也是有恋爱自由的呀，人家年轻人的事情，大不了不管不就好了。出于内疚，我给我弟赚了笔钱作为恋爱资金。本以为他多硬气，在转账过期之前还是给领了。见他收了，我心里也踏实多了。小样，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事情。次日，我哼着歌踩点去公司打卡上班。 但是周围同事的脸色让我内心不禁发毛。小燕燕是要发奖金了，还是要放假了？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高兴？我坐在工位上，朝着我旁边的同事凑了过去。王燕是出了名的爱八卦，公司没有事情是她不知道的。当然，同样爱吃瓜的我跟她关系也是十分要好。王燕兴高采烈地拉着我的胳膊，低头小声道：“郑老头被调走了。” 听说空降的这位老板是总公司特意派过来的，神马？虽然郑老头有一点抠搜，平时没事就爱团建，还要求 A A，但是我那么费尽心思拍郑老头马屁，未必就是要晋升组长啊！他前天还答应我，这是稳妥了。我不过就是休假一天，他人直接没了？啊不，调走了。我握紧咖啡杯，眼神呆滞。 王艳还以为我是激动过度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听说新老板巨帅，而且以前也是 A 大毕业的哦。”安安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被他暧昧的眼神吓得一哆嗦。什么想法？刀了他的想法吗？组长泡汤了，升职加薪没了，都没了，我炸了呀！内心凄凉的我坐在工位上，听着同事们八卦着。不一会儿功夫，秘书小李走了出来。 喊我们去会议室开会，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当时郑老头来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我认命般的拿着笔记本跟笔去了会议室。分公司规模不大，加上保洁才十几个人，所以会议室刚刚好可以坐下。会议定在十分钟后，小李殷勤的帮忙打开门，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走了进来，挺拔的身躯，修长的腿。 这个表好像有点眼熟，我从下打量到上，最后定格在老板的脸上。哇，好帅啊！面对这样的老板，我天天加班也开心啊。呜呜，我恨我为什么结婚生娃了？你们加油！就连已婚妇女袁姐都激动的不行了，在场大概也就我是实话状态，因为谢玉为什么会在这？狗男人察觉到了我的视线。 但他并没有看我，而是环顾了下大家，开始自我介绍。紧接着就是我们自我介绍。挨到我的时候，我艰难地站起身来。我是策划组的宋运安。宋小姐来公司多久了？谢玉一手搭在桌子上轻点，漫不经心地看着我。我背后发毛，勉强笑着。两年多了。谢玉点点头，然后想了想道。 宋小姐为了公司也尽心尽力，趁着今天那就升为组长吧。大家以后多向宋小姐学习。散会。什么？一大早的，不要这么折腾我的小心脏，好不好？周围同事投过来羡慕的眼神，我一一陪笑。他们起哄要我晚上请客吃饭，我麻木的笑着答应，内心慌的一批，不知道谢玉这厮在搞什么鬼。 在快要午休的时候，我借口倒水溜入了谢玉的办公室。谢玉，你几个意思？我怒瞪着他，气势冲冲的一巴掌拍在办公桌前。谢玉皱眉：“你就是这么跟你老板说话的？我跟我来这一套是吧？”我讪讪收回手，微笑着看着他，夹着嗓子道：“老板，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？我不能。” 谢玉回了我一个笑容，好，很好，我干嘛要来碰一鼻子灰？老娘我不干了！我愤恨地冲出办公室，拿起键盘就开始打辞职报告。一旁的王艳注意到我在干嘛后，赶紧拉着我的手：“啊，你这是疯了呀！组长不当，要去当老板夫人了？”我急忙捂住王艳的嘴巴，脸火辣辣的烧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 老板那种冰清玉洁的人，哪里是咱们可以染指的？我低头看向四周，小心脏扑通扑通。公司的人都是我入职之后才认识的，按道理说不会有人知道我跟谢玉之前的事情。王艳嘿嘿一笑，趴在我耳边嘀咕：“大家都在传老板对你不一般呢，而且你又这么漂亮，也应该谈谈恋爱了。”我跟谁谈也不可能跟谢玉谈啊！我惊呼一声。 王艳撇过头拿资料，假装不认识我。我默默地回头，果然看见了谢玉那张比我家烧了十几年的锅还黑的脸。谢玉身后的小李给我投来个自求多福的眼神。挺好的，不用辞职了，直接被开可还行？我大脑飞速的运转，然后谄媚的笑着跑到谢玉的面前。他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，绕过我离开。哦吼！ 我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，按照这狗男人的性子，肯定要给我穿小鞋的呀！老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冰清玉洁，洁白无瑕，白白皑雪，哪里是我可以染指的？你可以懂我意思的吧？谢玉依旧臭脸，当我就是一团空气。我朝着小李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先离开。小李犹豫不决，我口型告诉我来单着后。 他才悄咪咪的掉头回去，我跟着谢玉上了电梯。他按了一楼。老板，你这是要去吃午饭吗？我请你吃饭呗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。老板，能给我一个请你吃饭的机会吗？我咬牙切齿的笑着，几乎下一秒就可以突破伪装了。行吧。谢玉看了下表，似乎有点不太情愿。又被你装到了呢，狗男人。 我心里默默吐槽，但脸上笑容不减。要知道，自己辞职跟被公司开除，那可就太不一样了。要是这狗男人在公报私仇、添油加醋写几句，估计我可以去人家饭店洗碗刷盘子了。悲催的打工人，打工魂。我跟着谢玉来了附近商场的一家餐厅，人均两千。这商场我少说也来过十几回了。 居然没有发现还有这么个坑人地方，嘴欠的后果一个月工资没了，挺好的。我笑容不变，让谢玉点餐。这厮也不跟我客气，卡卡一顿点。我点了杯一百二的柠檬水后，将菜单递给了服务员。谢玉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我真不是那个意思，同事之间开玩笑而已。宋运安，你算是落到我手上了吧？我一句。 谢玉一句：“都说吃人手短，拿人手软，这狗男人怎么喜欢反着来？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了。”心里怒火中烧，话到嘴边就变成了：“你要杀要剐，直说。”谢玉被我话逗笑，喝了口水：“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？解释什么？五年前为什么要分手？我就是想分手啊，我不想再跟你谈了，还能有什么原因？” 难不成我真失忆了？很显然，我没失忆，没癌症。你玛丽苏小说看多了吧？我破罐子破摔，嘴跟抹了油一样，叭叭了几句。看着谢玉越来越铁青的脸，我心情突然有点好。说起分手的事情，可能也有一点狗血。谢玉有一个青梅竹马，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。人家门当户对，一样的优秀，我配吗？我不配。 我漫不经心地吃着服务员端上来的牛排，可贵了呢，不能浪费。因为林逸云，谢玉额头的青筋暴起。林逸云是我妈闺蜜的儿子，在我初中的时候，他爸妈就车祸去世了，所以后来都住在我家，跟我一起上下学。他对我也超级好，可以说是没有血缘的亲哥哥。他对我弟弟也很好，在他工作之后。 就经常给我弟买鞋买衣服给钱，对我爸妈也是如此。工作了几年就辞职自己创业，带着团队一路打拼，眼下也有自己的小公司了。我黑着脸，有点不爽。谢宇认为拆穿了我，露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，怎么看怎么欠揍。我呵呵一笑，跟易云哥哥有什么关系？反倒是你，还是那么自负，从来不想你身边人什么想法。 蒋柔喜欢你那么多年，你不知道？他带着你妈找上我，让我离开你，不然就要到我家去闹。哦，你当然不会知道这些，或许你也只是认为是我瞎编的。我慢条斯理地吃着牛排，一刀一刀切在肉上。宋运安，谢玉威胁地喊了我一声。蒋柔就是他的青梅竹马，是个清纯的小姑娘，当然也只是表面。 没人知道他清纯外表下是怎样的面孔，而我说这些压根没想着跟谢玉还有复合可能，完全就是为了隔应他。不相信你就去找他们对质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都过去了。我笑嘻嘻的看着他，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。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？没长嘴吗？谢玉毒舌道：“这人，这人怎么这样？” 当初谈恋爱，那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摔了的温柔男人去哪了、啊？我不自然地咽了口口水。我打你电话的时候是一个女人接的，鬼知道你当时跟谁在一起。而且现在说不也一样？你妈不喜欢我，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。既然没有以后，怎么分不是分？电视剧里演的婆媳关系多吓人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早点放手。 谢玉似乎在隐忍着什么，眼眶红红的。那是我家做饭阿姨，我手机丢客厅了，我后来不是给你回电话过去了？嗯，这个，这谁知道啊？谁好人家还请人做饭？有钱人的世界我怎么懂？谢玉似乎是要被我蠢哭了，肩膀有些颤抖。服务员发现我们这边氛围不太对，过来询问需不需要帮助。我摇摇头拒绝了。 行了行了，咱们都已经分三年了，都过去了。我安慰着坐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背。要说难过，当时确实难过，但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有什么事过不去呢？宋运安，你个没心没肺的渣女，神马？我渣女？你个渣男！明明是因为你的原因，我们才会分手的，好不好？我大喊一声，其他人也看了过来。 谢玉社死的耳垂红了起来，你小声点行不行？我忍住不笑，继续板着脸看他。所以呢？行行是我的错，现在误会说开了，咱们能和好了吗？谢玉有点委屈，拽着我的袖子，仿佛跟三年前一样，他还是那副温柔的小奶狗。但我非常清楚，这厮绝对黑化了。你凭什么要我跟你和好？我又提高了音量。 周围人的目光再次看了过来，谢玉这次脸颊绯红，死死的拽着我的袖子。宋运安，就凭你一天天只会唱《爱如火》吗？我又喊了声。谢玉当场石化。我憋着笑，快步离开餐厅，然后飞快跑回公司。一路上，我一直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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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个 <laughs> 不停，估计路人都觉得我疯了。 一直回到工位上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刚刚我是不是逃单了？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王艳他们也吃完饭回来了。中午有两个小时午休时间，所以大家这会都悠闲的很。王艳看见我就立刻凑了过来：“啊，你没事吧？老板有没有手撕了你？”我灵光一闪，立刻委屈巴巴地看着他：“长得帅有什么用？” 还不是尖酸刻薄的一个资本家，我请他吃饭赔礼道歉，他载我去了高档餐厅，一顿花了我九千多，一个月工资就这么没了。干，你付的钱啊！王艳心疼的抱了抱我，我哭唧唧。是呀，这个月要吃土了，大家可怜我，把晚上的聚餐给改到下个月了，刚好这个月我可以买我喜欢的包包，下个月再请客吃饭，这不。 资金就周转过来了。正在我感慨我是机灵鬼的时候，小李过来喊我去老板办公室。你老实跟姐说，老板喊我干什么？小李哭笑不得，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毕竟你刚晋升组长，估计是把你当左膀右臂，喊你进去说话吧？小李不知道，细雨瞒的可以呀、啊。不是工作上的事情，那只有……我溜进办公室后，小李就把门带上。 他出去了，我大脑飞速的运转，嗯，逃单是我的不对，多少钱啊？我一会转给你，老板，你不会怪我的吧？我小算盘打得啪啪作响，现在转吧，毕竟我是个尖酸刻薄的资本家。谢玉拿起手机，打开收款码，一共九千零三块，出于人道主义，零头就给你抹了。不谢，他听见了，我心在滴血，小声嘀咕。 我没带手机，晚点转给你吧谢玉冷哼一声，别，毕竟我只会唱《爱如火》我，我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。宋运安，谢玉黑着脸，咬牙切齿，拽着我直接把我提到了办公桌上。此刻我跟他的姿势过分暧昧，羞耻感涌上心头，我的脸颊爆红。谢谢玉，你干嘛？这里可是公司，你别别想对我怎么样。 我我应该对你对你怎么样？谢玉学着我结巴，然后调侃我：“好啊好啊，果然这狗男人黑化了。你不就是想跟我复合吗？我考虑考虑好吧。”我硬着头皮说道，打算先脱身再说。谁知道这厮不放手，反问我：“为什么要跟你复合？因为你会唱《爱如火》吗？”这梗过不去了是吗？我欲哭无泪。 我不知道我怎么走出办公室的，站在卫生间门口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口红花了，领口皱皱巴巴的，雾蒙蒙的眸子让人想入非非。死男人，狗男人！我愤恨的捏起拳头，将自己收拾好后才回工位上工作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谢玉这厮是变招法的，喊我去办公室，并且每天一句：“因为你会唱《爱如火》。” 所以事情交给你办，我放心。到底谁让这首歌火起来的呀？周末，老妈给我发了消息，让我接我弟回来吃饭。听着我弟嘴里哼着的《爱如火》，我气急败坏的一拳头打在了他身上。不想我跟妈告状，就闭嘴。我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。我弟被我整得一脸懵，无语的低头开始刷手机。我们一家难得坐在一起吃饭。 就连易云哥哥也回来了，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，笑盈盈的招呼我们洗手吃饭。哎呀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什么时候找个男朋友回来给我们看看？老妈夹了块排骨给我，我视线落在林易云身上。易云哥哥什么时候谈对象，我就什么时候谈。林易云立刻答咩，我答应了干妈，明年就结婚，你别操我心。倒是你这么久不谈恋爱。 年轻人不行啊！我嘴角抽搐。好啊，明明说好互相打掩护的，你也别操心我，我明天就结婚。老妈一脸欣喜，我就知道安安肯定在谈恋爱，结婚不着急，先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明天带回家给我们看看，我跟你爸都有时间。我笑容尬住，看见我弟跟林逸云幸灾乐祸的表情，内心气不过，妈。 我工作很忙的，明天没时间。再说他也有工作呀，过段时间吧。下个月不能再迟了，老妈下了死命令。我心情复杂。我盯那小白眼狼也跟着一云哥哥玩去了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开车回家。思考再三，我决定相亲。眼下这是唯一解决办法的原因，花钱雇一个估计容易穿帮。我说干就干。 立刻上网站注册了会员，然后网站工作人员联系我，立刻给我安排相亲，按照我的要求找人。明天三场相亲，我都安排在了离我公司很远的一家餐厅，这样我同事他们肯定不会知道了。毕竟公司楼下附近的店我都熟，万一哪个说漏嘴八卦起来，那我才叫社死。次日，我打扮的光鲜亮丽，还喷了香水，开着车去了目的地。 第一个相亲对象早已经到了，朝我招了招手。你就是爱如火吗？男人站着牙笑着，我看见了他牙缝里的韭菜。救命！这就是红娘说的高质量男性吗？我强忍着吐槽，微笑走到他对面坐下。你好，男人穿着西装，头发上抹的锃亮。我真的会谢，美女，你长得好漂亮。 比红娘给我的照片上漂亮多了。哦，我自己介绍一下，我有两套房，存款也有的。你要跟我在一起，就可以在家当全职太太。你看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们就去领证吧，是吗？突然感觉钱也不是万万都能，没钱也挺好的。本来想着只要找个有钱的，多克路我也能接受啊。相亲前，什么八十岁老宝贝都是小场面。 相亲后，钱也没那么重要了。相亲前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关灯闭眼都一样。相亲后，钱乃身外之物。我委婉笑着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我喜欢一米八五六块腹肌的大帅哥。男人似乎有被我冒犯到，无语的瞪着我，猛喝了口水，然后离开。临走还骂了我一句：“肤浅的女人。噗痴”扑哧。 身后传来男人的笑声，我不满地回头，然后尬住。谢玉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跟踪我？你调查我？你监视我？我一连四问。谢玉笑容不散。这位、个、小姐，你跑到我小区附近的餐厅，距离公司七八公里，你管这叫跟踪？你？我，在我律师来之前，我不会说一个字的谢谢。谢玉冲着我点头。 就在我愤恨的回过头时候，一位男士走到我对面坐下。你好，是爱如火吗？噗嗤，男人问完，后面又传来笑声。我忍着尴尬，礼貌的跟对面男人做自我介绍。我们家没什么要求，就是我妈希望你可以生两个儿子，她不喜欢女儿。你看可以吗？我也不着急，我们可以先相处一个月看看相处尼玛呀。 都是什么奇葩？我勉强笑着。你妈不是女人吗？为什么歧视女人？难不成结婚了还得跟你妈一起睡？男人气急败坏站起来。谁准你不尊重我妈的？真过分！饭也不用吃了，再见吧！我明明约好的十一点，干嘛要提前来啊？三场相亲，我约的时间都间隔半个小时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如果上一个我不满意。 就可以及时让对方走人，高效率进行下一个。我瞥了眼后面的谢玉，见他慢条斯理的吃东西，心情更不爽了。餐厅应该不是你家开的吧？没挨着你吧？可以呀，宋运安，一连香两个。不过这眼光是真的不行。谢玉这狗男人嘴里啧啧的，我感觉今天已经把今年的脸都丢完了。姐姐，你是 I D 爱如火吗？ 一声小奶狗的男音响了起来，我立刻回头看了过去。男人青春阳光啊不，不是个可爱的男孩子。我点点头，你这个年纪应该不会来相亲吧？看着跟我弟一样大。男孩脸微红，笑着点头。我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，好奶萌，这我能下手。身后的谢玉严谨的提醒了句：“你说错了。” 你是这位姐姐今天第三个相亲对象。我拿着叉子转过头，凶狠地喊道：“闭嘴！”转过头来，又笑嘻嘻的温柔看着弟弟：“你多大了呀？”经过三轮相亲，之前点的菜这才上来。我二十二了，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。独生子，有车有房有存款，没有不良嗜好，遵纪守法，好公民。男孩认真地点头。 好真诚，我看着他，怎么有种在猥亵我弟的感觉？嗯，你条件这么好，怎么想着来相亲呢？姐姐都是缘分呀。男孩狡猾的笑了下，是挺好的。你好，我是他前夫，我得帮我们家安安好好把关一下。谢玉坐不住了，走过来直接坐在我旁边，一屁股把我挤到了里面。谢玉，你有病啊！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是我私人时间，你别逼我删。我话语未落，谢玉立刻接话：“你也看见了弟弟，我前妻脾气很大，所以你要考虑清楚。我，咱们什么时候结婚了？你再造谣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喊律师了。”我想要起身，但是胳膊被这狗男人压着，根本起不来。没关系，姐姐，哥哥他要想看我们俩聊天就看吧，我没那么小气，干 还是个小绿茶奶狗，我更喜欢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笑嘻嘻点头，好吧，都听你的。如此混乱的关系，上菜的服务员都忍不住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弟弟，你年纪小，恐怕不能满足我们家安安呢。不能满足我们家安安。我微笑着在桌子底下用力掐着他大腿。老板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遇到不好的人。 但是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吗？玩笑要适度呢。谢玉也不忍了，直接把我圈在怀里。宋运安，你背着我相亲，我跟儿子怎么办？我不过就是不会唱《爱如火》，你就不要我跟儿子了吗？谢玉大喊一声，周围人都看了过来。我原地去世。好，很好，果然有病。看我绯红的脸，谢玉一副得逞的模样。 小声的在我耳边嘀咕：“学你的。”对面的弟弟也愣住，半晌，冲我跟谢玉笑了笑：“打扰了。”然后飞快的逃离餐厅。面对其他人的目光，我没脸继续吃饭。谢玉把两桌单买了之后，就拉着我一起出去。我一米八五，有六块腹肌，长得可以，也有钱，工作稳定，没有不良嗜好，遵纪守法，好公民。宋小姐，考虑一下吗？ 谢玉眼睛亮亮的看着我，我呵呵一笑，不考虑。谢玉突然变脸，眼眶湿润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。我结巴了，你咋了？谢玉一米八五的大哥开始哭诉，我都听说了，你为了你前任哭得死去活来，天天醉，还为前任守寡三年呢。你还说你心里没有我，我不相信我。谁告诉你的？你被骗了吧？ 我分手之后吃香喝辣的，快活的不得了。你分手之后就一个人住，有一次还发高烧了，喊我名字。而且每次八月二十号你都会一个人买蛋糕吃。八月二十号不就是我生日吗？男人一股脑的说着。我嫌他丢人，把他拽到了我车子上坐着。都是造谣的，你别相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否认。谢宇摇头。 你同事王艳说的，他还经常陪你去酒吧买醉，嗯，不是一起去看帅哥蹦迪的吗？起个钱啊就出卖我，我脸黑，嘴角一阵抽搐。那你想怎么样？结婚，跟我结婚。谢玉声音沙哑，还有一点沙哑。我心好累，不是已经变成小狼狗了吗？怎么又跟三年前一样？这让我怎么忍得下心？见我不说话。 谢玉打算继续哭唧唧，我只能妥协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妈还有蒋柔怎么办？蒋柔已经结婚生娃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妈听见我说喜欢男人，立刻把户口本给我了。说完，她讨好的冲着我笑了笑。造孽呀、啊！我认真的看了眼谢玉，脱口而出：“那我娶你。”谢玉眨巴着眼睛，也不是不行，有钱有颜金归婿。 我可以上门的，那还是算了。回头他妈也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我可架不住，耐不住谢玉哄骗。我当晚就从家里偷来了户口本，次日一早跟他去把证领了。小本本还没拿热乎，就被狗男人一把抢走。现在你别想离开我了，一会就把东西收拾收拾去我那住。我今天要上班，不，你放假。三分钟后。 看着手机上钉钉请假消息，行，你老板你说了算。我这离公司近一点，要不然你搬我这里来住。我想了想，问道：“谢玉没意见，直接喊了搬家公司。精致奢侈的衣服用品都进了我的小窝。男人穿着真丝睡衣，坐在我可爱的丁丁猫上，抱着我的胡萝卜玩偶，一本正经的处理工作。我无奈的叉着腰看着他，转头去了厨房做菜。” 仿佛我跟他从来没分手三年一样，还是跟当初一样要好。安、啊、安，吃水果吗？我喂你。谢玉不知道从哪搞来的车厘子，塞入了我嘴里。味道怎么样？这是我刚让人送来的。我微笑，很甜，像你一样。谢玉黑脸，我不厚道的，哈哈哈哈哈哈大笑起来。因为我跟谢玉事先有约定，在公司我跟他就是上下级的关系。 所以大家还不知道我已经跟他领证了的事情。王艳心虚极了，找了个空当就约我出去吃烤肉。顾名思义，一起去探店，而且是他请客。这种人均三百的烤肉店是咱们吃得起的。果然，在我怨念的小眼神下，王艳招架不住了。安、啊、安，我错了，这不是老板给的太多了，他是真的喜欢你呀。你哪只眼睛看见的？ 我咬牙切齿，磨刀霍霍向猪羊。王艳讪讪一笑，往后退了点。她手机壁纸都是你，而且是偷拍你上课睡觉的画面，估计是暗恋你很久了。再说了，你前任那个渣男，你还想他干嘛呀？我们老板多好，帅气又多金。话说你们都是 A 大毕业的，还居然不认识，谁说出去不可惜啊？王艳振振有词。 想要说服我，我给他一个微笑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就是我那渣男前任？王艳吃烤肉，动作一顿，喉咙被辣椒呛住，猛地咳嗽。你说神马？天呐天呐，我当着老板面骂了老板。安、啊、安，我不想失业，我上有老下有猫，一家老小等着我吃饭呢。王艳欲哭无泪，嘴里的烤肉也不香了。见状，我扑哧的笑了出来。 行了吧你，你问题不大。他既然没跟你生气，就证明不会给你记仇的。我安抚性的拍了拍他的背。至于我跟谢宇已经结婚的消息，就暂时没有告诉他了。我怕他的小心脏承受不住。偷户口本的事情很快就被我妈发现了。在她拿着刀冲上门之前，我机智的率先带谢宇上门。这厮是真给我长脸啊！什么人参、燕窝、烟啊、酒啊的。 那牌面，就连我弟都有一个最新款的平板。哎呀，小玉呀、啊，快进来坐着坐着。安安也是的，都不早点带你回来见我们。我妈客套的笑着，然后使唤我弟倒茶来。我爸则是在厨房做菜，毕竟我们家还得是我妈做主。阿姨，不是我不想来，是安安不带我来，我也没办法。谢绿茶。 玉委屈地叹了口气。好啊，你小子在这里等着我是吧？我妈打底是以为谢玉家境不好，只能委婉地问：“小玉呀、啊，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”阿姨没别的意思，只毕竟你跟安安已经领证了，她嫁到你们家去，我也得了解了解。我桌底下踢了谢玉一脚，提醒他好好说话。下一秒，我弟嗷嗷直叫：“姐，你踢我干嘛呀？我……” 好想掐死这个弟弟，怎么办？果不其然，我妈弯了我一眼，我讪讪尬笑。我妈不上班，在家歇着。一听谢玉这话，我妈心疼的不得了。哦，这样啊，是身体不好吗？我弟忍不住了，他直接道：“妈，谢成海你不认识吗？姐夫他爸他妈是个艺术家，谢成海本是首富。”我妈笑容变为震惊。 谢成海是你爸，谢玉点点头，算是承认了。我妈瞪着我，我无辜的摇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今天才知道这是真的。我瞪着我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弟无辜的摇头，你也没问我呀。谢月不是他表妹吗？知道这些不是很正常？表妹，真是一个消息比一个消息劲爆呢。我维持着笑容。 内心则是给这两个男人都记上小本，我妈则是一把拽着我去了卧室，拿起衣架子就要打在我身上。宋运安，我辛辛苦苦拉扯你到大，你怎么可以绑架人家少爷？人家爸妈知道你们领证的事儿吗？我嗷嗷直叫，立刻冲出了房间，躲在谢玉的身后。妈，是他哄骗我结婚的，不是我拐骗他呀。谢玉也赶紧点头。 拦在我前面，我妈大喘气：“宋运安，你开始学会撒谎了是吧？人家能看上你什么呀？”就在此时，大门被推开，林逸云回来了。呜呜，逸云哥哥，妈她看不起我，我装哭，立刻躲到了林逸云的背后。从小到大，只要他开口劝说，我妈肯定能放过我。林逸云是被我妈喊回来的，她也被我闪婚消息给惊到了。 他跟谢玉之前见过，所以不算完全陌生。林逸云安抚完我妈，就把谢玉叫出去聊天了。而我则在我妈的逼问下，把我跟谢玉的故事说了一下，当然跳过了他妈让我离开的情节。闺女不容易呀、啊，我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似乎是很感慨。我猜，就他被我爸保护这么多年的大脑，肯定已经脑补出来了几十集连续剧了。但我也懒得解释。 只要揪揪着这个事就行了。一顿饭吃的还算和谐。林依云跟谢玉不知道在外边聊了什么，回来两人就称兄道弟了。我妈意思很明确，既然结婚还是要安排两家父母见面的。谢玉不知道脑子抽了什么风，说要给我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回到家之后，我立刻让谢玉滚到我面前跪着。你几个意思啊？想上房揭瓦了？男人委屈巴巴。 你不想公开？我发现了，我，我只是想瞒着世俗跟你相爱，这样不好吗，宝宝？我嘿嘿一笑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你听听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今天你敢这么说，明天就敢不要我，后天就能绿我。我咬牙切齿地看着大吼的谢玉，一巴掌拍在了他脑袋上。谁教你的？还有你跟易云哥哥说了啥？提到林易云。 狗男人神情恢复了正常，这个你别管，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眨巴着眼睛，显然不相信。对于婚礼，我真的有点抗拒，奈何我妈跟谢玉双重折磨，只能趋于两人威胁下。婚礼之前，谢玉安排我家跟他家人见面，这是我最担心的，毕竟他妈妈当年那样，我就感觉能跟我妈吵起来。 但是不知道谢玉跟他妈说了什么，两家人坐在一块居然没吵起来。亲家母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看安安是个好姑娘，我挺喜欢她的。什么？我有点惊恐，就听见谢玉他妈继续说道：“安安长得这么漂亮，跟阿玉以后生个孩子肯定更可爱。我也没什么事，孩子我都可以帮忙带的呀。”这可打开了我妈的话匣子。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聊了起来，而我爸跟谢玉他爸都是妻管严，偶尔喝几杯酒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我侧头悄悄的问谢玉，他似乎猜到了我要说什么。我跟我妈说，你当时跟我分手就怀孕了，然后孩子掉了，等了我三年没有谈恋爱，吃了好多好多苦，他就内疚的不要不要的。你这是在骗你妈？他又不会问，家和万事兴不是最重要吗？ 那你也是在骗你妈，这是善意的谎言。我跟谢玉小声的讨论着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婆媳关系还是要靠男人。婚礼定在海边，我家这边亲戚不多，所以好安排。谢家那边也是，都只邀请了比较好的亲戚朋友。我也见到了谢玉的好兄弟们，还是当年那几个。他们也没想到谢玉最后的老婆也还是我。